来来来，齐刷刷。那么今天因为郭阳没有来，因为就是说有很多人真的是这样，就是人活着等于死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他活着感觉没有什么精气神，有人死了呢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，郭阳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，然后好不好？这首歌齐刷刷，纪念郭阳，谢谢各位。音乐是大点，谢谢您，都听不见。谢谢主持大奖，谢谢您。大张伟，我知道一定要对不对？支持正版，对不对？支持正版、啊，对，是，而且这张碟也非常棒。对，棒是棒，支持正版这事儿呢，说也没用了。但是我觉得呢，各位还是应该那个买一张听听，是不是？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嘛，是不是？请把你的钱包留下嘛，是不是？就这么点事儿而已。然后所以说，希望各位不要那么介意。而且呢，就说这个专辑啊，真的来说，我们几个人把专辑给我来。既然我们今天就来到现场了，我们有好多人都买了，对，明抢啊，来。我们就不如来好好的这个推销一下啊，这个南来的北往的逛大街的出场的啊，所以说乔乔看一看了啊，这个人啊，这个活人啊，来来来，说这专辑怎么回事？来开始。这个专辑首先它有12首歌，然后售价多少我不太清楚，但是我相信一除一首歌肯定就也就几块钱，对，几块钱你在现在这个社会上能买到什么？什么都买不着，那对是吧？是，你只能买到刚才青哥开心不开心？哎，这张专辑你能买到开心，你这么说开心的时候那事儿，
哎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专辑为什么叫花铃盛会？为什么叫花铃盛会？就是说，因为我们乐队一直就是觉得，首先一做人要是开朗，然后呢，就是说干什么事不要想的，就是说想的太多了，就不要把很多那个很简单的事想太复杂。然后我们这张专辑就什么意思呢？就不管你是多大的年龄层的人，你现在是比如说上到60，下到9岁、6岁这种，但是你心里呢，如果有这种激情或对生活有这种热情。你就叫花铃，对，就不管你，因为不管你多大岁数，只要你心里有这种激情，就叫花铃。所以不管是。